我是 Desmond Kang， 公司是 SKL Metal Systems and Remahat， 我们是专卖铁架。我本身我是做批发比较多嘛 ，End User 对这个 SKL 的名字就比较陌生一点。Felicia 是我从开始六根 Inspiron 到现在也是他咯，Internet 方面他帮助到我蛮多一些了。就是他也是第一个跟我讲的那么细，接触到 SEO 也是。他跟我讲什么叫 SEO， 我才明白。开始用了这个，就有很多一些不熟悉的 customer 会 call in 啊，会 email 啊。我们要服务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来帮我们咯，不断不断会 call up， 哎，你们最近有面对什么问题在 internet 啊，还是在某方面啊？所以 follow 很重要咯。这一方面 Felicia 做的也。很不错了，但有做到那种我们想要的效果了。SKL 就是货架，货架就是 SKL。